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雷哥。王者荣耀又要出新皮肤了，这款新皮肤就是为姜子牙准备的，而且姜子牙的新皮肤是一款免费皮肤啊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款皮肤的技能特效。先来看一技能，一技能的特效颜色是红色的，因为是免费皮肤，所以说它的技能特效做不出什么花样来，就是和原皮改一下颜色。那么大家觉得这个姜子牙这款皮肤如何呢？欢迎大家视频评论留言，那我们下次再见。